而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渐渐赚不到钱，但是谈到税收是更困难。因此的话，我们要正当合作的话，还是要由政府统一的话，能够两岸在和平之下的话，我们人民能够生活安居乐业。将来你政党不同的政党，你再求你自己的发展。我没有广告，我什么没有拿钱，你捐钱给我，我不要。嗯，我如果当台北市长的话，以后就是说我怎么样的把穷人安置好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嗯，你来找一个台北市长来换我。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在野党跟执政党能融合在一起。嗯，立法院斗争降温。嗯，好，不要吵的话，大家都没法生活。嗯，200万交出来，我也很心里很快乐，因为我年龄已经很大了。我的思想就是念书念的时候，我认为他们都说要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因此的话，我要如果走掉的话，我这个钱要交到政府去，我不如使穷人能够生活，能够政府更有发展。他们都不希望我当台北市长，不希望我参加。他说你这200万没有了，我说不要把钱看那么大，我钱对我没有用，因为我吃饭我都在市民大道，在火车站那个地方，中山北路第一个巷子叫华阴街，华阴街叫恩友会，恩友会的话有几百个人，都是拿着碗在那里排队，每天中午11点晚上5点吃饭不要钱，很多年轻人都在那里吃饭。所以那时候存的钱是不是很多都拿来选举 啊？是吗？就拿来缴这个保证金啊，那时候赚的那个股票的钱啊，拿来缴这个保证金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我还在赚钱，就是我不懂的话，现在这个股票一直在下落，在下滑，我有的股票又亏10万、20万，有了，但是我的钱以前被别人给我坐我的计程车，我开计程车，喝了到他家喝了一杯咖啡，他骗走我400万，因为我混混真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药。北北，那如果这次还是没上，你2年后还会再选立委吗？我因为我年龄大了，我不希望算了，我就是说我不希望当这个政府的官员，我就想怎么样能够合作，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，能使人民能够有生活，贫穷人不要去自杀，不要这个烧炭，我们老百姓都没有饭吃。那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到华阴街去照相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人都是20岁、30岁不到，都拿着碗在那里排队。帮助年轻人的话，以后你要怎么样帮助？就是，讲他不见得要听啊。你现在又，你现在帮助别人的话，又怎么帮助？因为很贫穷的人的话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以后，人家看到我们穿这个衣服，人家不太认同。现在台湾不是说贫穷的大家都没饭吃，他有些是被骗掉了，他没有钱。嗯嗯。我每天的话要，别人很你们找不到我。对啊，就找不到你。我们昨天等了你一天。我大部分吃饭的时间11点左右，嗯，跟5点左右，我都在恩友会吃饭。我吃了一年多了，1-2年了，那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吃饭呢，都是不要钱。证件发表会有，你有是不是？这规定22日，22日，2点钟、1点半就要到，抽签。我的时间是2点到3点左右。礼拜
礼拜六我二十号，我会唱歌，唱我在共产党沦陷区里边，我们受不了共产党的迫害，究竟在这个沦陷区里都是怎么样的生活？我把这个变成那个歌的话以后，我在那个政治演讲里头唱出来。你想唱，因为大家又并不见得愿意听你这个，哎呀，你要干什么干什么，你都是想发财的。当台北市长的话，你没有能力的嘛，以后来治理台北市，你对不对？以后，那你想这个，你也可以去当台北市长，他都可以当台北市长，多少才能，他有钱，他都想当台北市长。